各位姐妹弟兄平安，我们之前有聊到以纳爵灵修的祈祷当中注意的几个面向，同时我们也聊到了神位、神窟。那当然我们后来看到神操里面以纳爵所提供的几个不同的图像，天主是一个完全接纳我们的天主，是一个彻底的邀请我们的天主，是一个完全为我们牺牲到底的天主，同时也跟我们一起欢庆的天主。那以纳爵灵修经过这样的内在的觉察，知道自己的情感、自己的情绪、自己的渴望，其实慢慢的就是要引导到人需要做出跟随耶稣的决定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跟着耶稣进入这个世界，是以使命为导向。那既然是谈到使命，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，就需要做出一些决定。那在做决定的时候，以纳爵灵修当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，那就是慷慨大方。事实上，在每一个决定当中，慷慨大方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挑战，因为没有最大方，只有不断的更大方。以纳爵的个性是一个非常慷慨大方的人，在他回头之前，他在巴摩罗纳的战役当中，当所有人都觉得对方的兵力太过强大，无法打胜的时候，大家都觉得应该要投降，可是因为他的个性，他觉得应该奋战到底，他把自己完全给出来，所以他就开始鼓吹所有人跟他坚强抵抗。很不幸的，在那场战役当中，以纳爵的双腿被炮弹给打伤打断，他被迫在病床上休养了几个月。在他百般无聊下，他读了圣人的传记跟耶稣的传记。当他看这些书的时候，他觉得圣人这样做给他很大的神位，而且他的内心感到有一个很深的渴望，那就是如果圣人可以这样做，他不但要照样做，还要做更大的事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不管在回头以前的战争当中，总是愿意的、慷慨的将自己交付，而在他回头之后，他同样愿意效法圣人一样做更慷慨的事。这是他的标记，也是以纳爵灵修的标记，慷慨大方。但是对以纳爵来说，慷慨大方是跟关系连在一起的。是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说，如果一个人当他的关系跟天主越紧密，就越容易慷慨大方。如果一个人的关系跟天主的关系是不清不楚的，甚至没有关系，那么我们就很难看到或判断他做出的决定是不是真的慷慨大方，是不是能够跟天主建立更深的关系，是不是能够更深的跟他的近人建立更深的关系。而我们现在需要反省的是，那我做的决定到底是不是真的慷慨大方呢？那在以纳灵修的脉络下，一个决定是不是慷慨大方，就要看他在安静当中他内在神位或神窟的推动。如果在日常经验中看到我做的决定会带给我更多的平安、信德、希望、爱德、勇气、喜乐，让我感觉到跟人在一起，让我感觉到跟天主在一起，有合作感、有满足感，这样就比较是更慷慨大方。也就是说，越多的神位就是越好的选择跟决定。请让我举一个例子，我认识一个西班牙的神父，
他年轻的时候志愿到台湾来传福音，他申请来，长上也许可了，他很高兴来到台湾。可是没有多久，他就注意到有一些挑战，比如说中文是非常难学的语言，对他来讲很难，常常努力很多，可是收获很少。或者是天气，台湾的天气闷热潮湿，因此他的皮肤开始红红的、痒痒的，他觉得很不舒服。或者是食物，虽然他可以接受食物，但是毕竟这样的食物不是他最喜欢的味道，所以他开始在生活当中注意到有一些挑战。甚至过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以后，长上们注意到他的中文没有进步得很好，长上也注意到他的身体有一些健康的状况，所以长上说，你要不要考虑回西班牙，也许你在西班牙能够做更好的工作。他跟长上说，我祈祷以后，我觉得留在台湾很有神味，请给我多一点时间。就这样，他在台湾经过了几年的时间，虽然他的身体同样的会有一些红肿或痒的时候，或者是他的中文也并不是那么的流利，可是他一直很快乐。他快乐的特质感染了身边很多的人，因此很多人也跟他做好朋友。我记得有一次，他跟我分享说，过了几年以后，他有机会回西班牙探亲。回到西班牙以后，他觉得，语言很顺利，没问题，皮肤红肿的问题消失了，然后吃着西班牙海鲜炒饭，他觉得好快乐，所以一切都很顺利。他也很 enjoy 跟他的家人、跟他的朋友在一起的时间。很快的，探亲的时间结束了，他很愿意回到台湾来。他说，从欧洲开始转机，一个转机、两个转机，越来越接近亚洲。他开始意识到飞机餐已经开始出现了亚洲的食物，而在最后一个航程当中，开始他听到的人开始讲中文，他开始觉得有些东西他听不懂了。可是他在那个时候，他说，虽然我听不懂，虽然我吃的是亚洲的食物，但是我的心里升起一个很深的安全感，很深的满足感，因为我觉得台湾是天主召教我的地方。所以对他来讲，可能对长上来说，工作的效率是重要的，是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。但是对他来讲，他认为不是讲很好的中文，做很好的服传工作，当然这些是很好的事情，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放下自己，将自己的掌握权交给耶稣基督。所以他接受这样的限度，可是一方面意识到他是被召教在这块土地上，所以他觉得非常快乐。所以他留在台湾这样的想法、这样的选择、这样的行动，是经过长期持续的神位而得到肯定。所以他在台湾很快乐，即使他需要忍受一些生活上的不便利。也许有人会说，这位西班牙籍的神父，因为他是修道人，所以他可以做这样的选择，即使在不舒服的情况下，仍然选择一个看起来跟别人很不一样的生活方式。那我就要举另外一个例子，也许我们五年级生相当熟悉的例子，也就是在1980年代主演超人电影的李维 Christopher Reeve。 他那时候30岁，英俊健康，演的电影红遍全世界，就像我们现在很迷这个美国队长啦、复仇者联盟啊这些超人一样。那个时候超人是第一个会飞起来的人，所以大家都很着迷他。
但是他在1995年他参加马术比赛的时候从马上摔下来，折断了他的第一跟第二根颈椎。因此42岁的李维从此颈部以下就瘫痪了。他一开始非常的沮丧，没有办法接受，才42岁，年轻英俊，全世界都追着他跑，变成一个只能躺在床上受人服侍的人。一夜之间从一个好莱坞巨星变成一个什么都不能做的人。的确他是沮丧的，但是他分享说，过了一段时间以后，他开始反省他的生命片段。他一片一块的拼凑起来，他突然觉得，即使我现在好像动不了，不能做什么，但是我过去的生命很精彩。如果我过去的生命很精彩，我相信我未来的生命也可以很精彩，很有意义。因此他重新振奋起来，他开始写书，到处演讲，他以自己的经验鼓励了所有的人，特别是那些觉得自己的生命是很失败的人。他也成立了一个为瘫痪协助瘫痪者的基金会，让他们得到应该有的照顾。因为他的亲身经历，因为他的善行，鼓舞了成千上万的人重新燃起生命的力量，生命的意义。他在病床上，他在轮椅上，用他的行动大声地向世界说，生活也许不容易，但是生命的确可以很精彩。事实上，李维的皈依不只造福了很多人，更是造福了他自己。如果他继续保持健康，继续拍电影，继续很红，他能得到的是什么呢？是很多人买票进电影院，很多的点击率，但是他不会跟其他的人有真实的连结。人们跟他连结是跟超人连结，不是跟李维连结。可是当他受到这个从马上摔下来的这样的厄运之后，人们看到他真实的他，人们可以跟他产生真实的连结。所以以前对他重要的那些电影、卖座、得奖的荣誉等等，后来他都觉得不再重要了。因为即使他能够很红，但是又能红多久呢？当自己不再红的时候，他还是那个超人吗？还有什么是在他的生命可以存留的呢？所以我们可以知道，慷慨大方不是量的问题，不是我可以做多少事的问题。刚才我们提到的西班牙的神父，我们提到的李维，从我们一般人的所谓的 KPI， 现在很流行的来考核的话，他们的成就几乎没有，可是他们的生命跟别人的生命有了真实的连结，而这个就叫做慷慨大方。不是量的问题，而是值的问题。不在于我做事情更多更大，而是我的生命变得更谦虚、更真实、更大胆、更信赖、更包容、更自由，跟更多的人产生生命的联系。我们一开始就提到，伊纳爵灵修是在使命的脉络下，他邀请人做出跟随耶稣的决定。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会做决定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却因着恐惧不敢做决定，或做了错误的决定。换句话说，因为心里面有很多的恐惧，因此我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，在工作的时候，我不敢这样，我不敢那样。那时候在我心里面做主的已经不是天主了，也甚至不是我自己，而是恐惧，那个虚空又不存在的恐惧。
我们常常因为恐惧，是因为要避免痛苦，我们害怕做了一个决定让我们痛苦，我们总是想着我怎样决定才不会让自己痛苦。但是我们想一想过去的经验，我们即使做了一个决定让自己现在不再痛苦，难道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再痛苦了吗？痛苦还会继续来，只是用不同的形式。所以做决定的目的不在于避免痛苦，我们该问自己的是，做决定之后我应该承担什么。如同耶稣也是一样，他做了决定，决定走向十字架，他不是为了要避免痛苦，而是问自己，为了爱人我可以承担什么。而在这样的脉络下，他做了一个决定。所以当我们一直恐惧，一直想要避免痛苦的时候，我们看不清楚人生的真相。恐惧绑住了我们的手，绑住了我们的脚，让我们动不了。我们想要不出错，我们想要有安全感，但是在这样的不出错跟追求安全感，我们同时也失去了生活的创意跟冒险。也许有一个图像会很帮助我们理解这样的被绑住。我们看看蜘蛛，一个蜘蛛，它很有能力编织一个很美的网。会有昆虫碰到这个网，它越来越知道怎么样编织一个更好的网，能够更容易的捕到昆虫，让它得到温饱。可是在它的技术更加精进的时候，我们看蜘蛛在哪里？蜘蛛在蜘蛛网的里面，走不出蜘蛛网。它同样被自己的才能，被自己的专业困住了，它走不出来。所以如果我们继续追求安全感，也许你会得到，但是同样的，你也会失去生命的创造性，就好可惜。好像我们做一切，蜘蛛大概会想，我做一切都是因为我自己的努力跟专业。他忘记了，他编这个网子是来自天主给他的才能，是靠着有风让他可以编织这么美丽的网子，不只靠自己的能力。我们也许曾经被很多的虚假的安全感所捆绑，我觉得恐惧，觉得患得患失。我们忘记了，一般人所最在意、最带来安全感的钱财，只能买到舒适的生活，但是买不到喜乐的生命。我们忘记了，追求身体健康只能让我们增加寿命，但是不能保护和促进我们跟别人健康的关系。我们甚至忘记了遵守规矩，不管是家里的规矩、社会的规矩，甚至教会的规矩。我们甚至忘记了遵守规矩只会让我们安于现状，却不能真正帮助我们爱活生生的天主，爱活生生在我身旁的近人。各位姐妹弟兄，借着我们刚才所分享的，借着每一天的决定，让我们可以更慷慨大方地回应天主对我们的召叫，让我们用爱与服务跟别人分享我们的生命，分享天主给我们的才能，分享天主对我们的召叫，让我们让那些跟我们来往的人，从我们的身上也感到生命的安顿、生命的平安、生命的喜乐。愿大家的选择都能够越来越慷慨大方，能够让我们自己、让别人的生命更安顿自在。谢谢。